真的是我吃过这辈子最麻的一道菜，这些菜真的有点刷新了我的认知。What's up？ 我是老费，翘脚牛肉，走吧。我们三位，对对对，啊，我们坐外边吧。都说你们这特色都有什么？因为我们也是外地过来的嘛。这肯定你吃不了，这个是麻辣的。啊，我什么都吃，真的，什么都吃，我没有任何忌口，我就要吃你们最正宗的一个，就是翘脚牛肉。哦，先来了一碗汤。这个是翘脚牛肉的原汤。的原汤。加那个牛肝子的。哦 ，OK， 都是本地人喜欢点哪一个？他们喜欢单独点还是？本地人喜欢单独点。行，那我们也单独点吧。两碗牛肉，少出血旺，还有一个火爆脆肠。对对。这个是新鲜的牛肉。我们做呢，它没有加任何东西，哦，就是稍微的加了一点蛋鸡蛋和那个胡椒。好，炒菜还有血旺都要趁热吃的。好。行，好，那我赶快吃。就点了一个臊子血旺，然后这个就是猪血，而且我看这块真的很大，这也得热的吃。老板刚说的啊，哇。哇，好吃，这些味道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吃啊，我也再想想怎么形容。这也不是红油啊，怎么说呢，这反正它也是辣的，但是它也带麻，但是两个味道都没有那么的突出，还能尝出这个猪血的一个原味呢。它上面还撒了不少蒜泥，还有葱花。哇，真的很香。还能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了，这。但是它这个麻味要比这个辣味要稍微突出一点，它其实并没有那么辣，我这个麻味要比辣味要重。那我对，我现在能感觉到确实有点麻。老板，我能问一下，就是里面这个汤底都放了什么料呢？因为它真的很香。汤里面它是因为汤里面一半是清水，一半是那个煮饭的。哦，半煮到半成熟，哦，立起来的那个米油，真的，其实我的脸可能还没有发红，但是真的很麻，很麻，很好吃，但它不辣。这就是他们家那个火爆脆肠，也是老板推荐的一道菜啊。只有母牛产生这个肠，就是叫二肠，这个反正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吃啊。我刚吃了一整个肠片，真的太厉害了！这怎么说呢？真的是，这些菜真的有点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以为我很能吃麻，我不怕辣，但有的时候这种麻度真的是很有劲儿的。我嘴巴里我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香料。各种各样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不断的在流口水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我很爽，但我可能我的嘴巴就是有点吓了一跳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厉害，这个劲儿真的是哇，很舒服的上头，你知道吗？吃点米漱漱口，哇，这两目前来四川，来了上个星期嘛，我感觉这道菜真的是我吃过这辈子最麻的一道菜，太厉害了，什么都就是没见过没吃过，这种感觉我就说不出话来了，都不知道，我怕说错话，你知道吗？像对很简单的问题，这个青菜为什么不是青的，它是白的，
是不是本地的？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可能我错了，但是为什么你们这儿的青菜是发白的？白色的。对，我没吃过白的。白色的北方称为水芹菜。啊、嗯。我们这边就是川西这边，反正云贵川都有。哦，都是白的，发白的啊、哦，这样都是本地的一些青菜。对，就是本地的，它的那个芹菜味儿更重。嗯，更重一些啊啊、嗯、，OK。很好吃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很棒！你们经常来这儿吃吗？辣的可以吃，没问题啊。我觉得并不是很辣，但是很麻，很麻，很厉害。这个劲儿真的是，那个翘脚牛肉是否是一个大锅？他们也有，但是说本地人基本上喜欢就是各点各的，然后都是一个这么一个小碗，然后里面你想加什么东西就你自己说的算了，然后每一碗就配一个。这么小的一个配料或者香料嘛，先尝一个原味儿。嗯，哇，这个就是比较清淡一些。我的嘴巴舌头现在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它就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牛肉。嗯。嗯。哇，这个翘脚牛肉的汤很清淡的，很干净的一个汤。啊，哇，感觉很暖胃的一种汤。这个翘脚牛肉的汤里面还放了这种白色的青菜，这种青菜我感觉就吃起来就是有点发那种中药的那种味道。然后我蘸一下这个干料碟。烧这个馍，松了的馍，一个不重量，就是整体更有滋味一点。可以，很棒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翘脚牛肉就是这样直接吃，很舒服，就是。你能看到，就是一旦它这个汤凉了之后，它上面就是飘着一些牛油，所以说他也建议就不要点一个大锅，因为大锅就很容易凉了之后就变味了，就点一个小碗一个小碗，然后呢你想加什么东西就直接自己点吧。我一会儿还会点一个，我想吃一个牛舌。哇，这里还有牛鞭。哇，但牛鞭100块钱一个小碗，太贵了，这个有点贵。嗯，这个我不买，这次不买。我们再来一个舌头，一碗就16块钱，还可以。然后点了一碗就是翘脚牛肉的一个牛舌啊，这一碗也就16块钱。哇，对，一看这个牛舌，它非常新鲜的啊，因为吃起来就是很有劲道啊。再整一口，再整一口汤。哇，这个汤也很鲜美。哇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很棒。139。139。你吃好了就。嗯，吃得很好。好嘞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应该经常过来吃的吧，很棒很棒，我们点的很地道嘛，我们点菜很地道，啊行，那就行，对本地人可以认可的，我吃得惯，就是真的，跟我想象的可能稍微更麻一点，我没想到这么麻，但是我不怕，我四川就麻了，啊对是，这个空气啊比较潮湿，啊是比较潮湿啊，它就啊散开，挺好挺好，谢谢啊。